你们大嘻哈时代二的冠军就是阿瓜妹。All right， 恭喜阿瓜妹。还有一个，冠军。好看到了，等一下拿到10万块的男人还能再拿到开车回去啊。我真的谢谢评审还有所有观众朋友，然后我要谢谢我爸妈，因为他们从我参加比赛之后他们就开始越来越支持我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台南那群兄弟，我做到了，这冠军是你们的，这个冠军是我们大家都拿到的，兄弟我做到了，再次掌声尖叫献给阿瓜妹。